哦，好。要跟他聊。啊，有什么事吗？好无聊。我正在电话叫。哦，啊，你是哪位？我等一下好方便去找你。现在在电话电话。你是哪位？我好方便去找你。谢哦。谢谢什么？哪一个进啊？进步的进啊。哦，你快看完了。哪个号？分这一个早上。小王子慢。要写心得。嗯。啊啊。你说要写。包包，然后一直的时候要用。不要再怕呀！我是你要写。我在抄啊。这本书对你的人生做了多大的影响，多大的改变，这样。然后你因为这本书啊，一段了。看几全部看你的那抄。然后呢？一号三楼。然后二十号，哎，怎么还会二十号？三个还不是？当然不是喽，做什么派在一起？我要来问学长职权，看完告诉我的，这讲的很好。好，你要去我那边吃就好了。好，还在打。